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摄住品》第十五。我们继续学习十种智名第九段啊，知众生缘起，本无有生智名，为菩萨以善巧之名了达一切众生，受生因缘所起之法，习界空寂，本来无生，是名知众生缘起本无有生之名。这个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大乘经教里面常常读到缘起性空，生即无生啊，正是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啊。那佛给我们讲真话，这一切现象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这是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的真相。阿罗汉以上真的看破了，所以见思烦恼啊断掉了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他确实修行正果，我们俗话说得到了啊，他真的得到了啊。得的什么道呢？阿罗汉道。阿罗汉道在佛法里面虽然是小果，那个功德了也是相当殊胜啊。为什么呢？六道轮回他超越了，这个看破重要啊。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，生生世世没有办法离开，就是迷在这个事实真相里面，以为六道里面一切东西是真有，产生严重的执着。这个亏吃大了啊！诸佛菩萨在经教里面常常劝导我们
提醒我们啊，我们每个同学至少啊应该也经过千万遍的提示，可是啊依然不觉啊，依然不能回头啊，所以造成苦受啊啊，这个三界里面所受的苦乐忧喜啊，心有忧喜，身有苦乐啊。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再有苦乐忧喜了啊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答案，看破了就没有了。啊，从哪里看？从自己身心看，从外面境界看，都可以。啊，只要你看到真相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一切放不下了，都是对事实真相没能了解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好，《金刚经》与中国人有特别的缘分。过去禅宗五祖忍和尚啊，弘忍大师一生极力提倡，所以这部经呢就家喻户晓了啊，尤其是慧能大师从《金刚经》啊开悟的啊，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了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啊，这应作如是观，这应该从这里看破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佛举的比喻好，六道像什么？六道像梦一样。啊，我们在六道就是在梦的里面，没醒过来。啊，醒过来之后才知道这是假的。啊，醒过来之后，是的，六道没有了，叫梦没有了，梦醒了，啊，梦没有了，还能想得起梦里面的情节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叫稀奇。啊，梦确实没有了，会想到梦里面的境界，啊，那习气没断呢。啊，所以他证得的境界是阿罗汉果。在这个果位上必须再把这个习气淘汰掉，不再想了。不是假的，你想它干什么啊？何必想梦里面的事情啊？梦到一切喜乐的境界是假的，梦到一切苦难境界也是假的。再给诸位说了，梦到一切佛菩萨境界也是假的。记住经上告诉我们，
一切有为法。啊，有为是什么意思？有生有灭，就叫有为。啊，可是生灭不住啊。啊，这个住啊，就是停住，它不停。啊，千流不息。前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一个念头就生了。速度之快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啊，连想象都达不到，你怎么能够执着？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都讲老实话了。不可执着啊！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我们还是不觉悟，还是要执着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前的习气。在六道里面，这个习气太深了，太严重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熏习个10年、20年、30、40年，我在大乘里面熏习了50多年了，啊，快到60年。这么长期的熏习呢，产生了效果。啊，可是这个效果呢，依然敌不过习气。啊，习气常常现行。啊，比一般人好一点的，就是习气一现行啊，立刻就能觉察。啊，觉察是明了，明白。啊，虽明白呢，但还是放不下。啊，既然如此，啊，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好处。已经就非常难得了。啊，我们把所有一切现象，啊，这个生灭现象呢，就是有为法。啊，看得越来越淡薄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前的境界。啊，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，严重的他有苦啊，很苦啊。现在就是受这个苦乐忧喜淡薄了，啊，苦淡薄了，喜也淡薄了，忧虑淡薄了。那么与佛菩萨的经教体会就越来越深刻，啊，越来越欢喜。大乘教里面常讲的法喜充满了。啊，得不得受用？得受用，头脑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冷静，那身体呢越来越健康。啊，为什么？身体与起心动念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心清净啊，
身就清净。身清净呢，纵然有疾病，那个疾病也很容易恢复正常。啊，疾病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。啊，为什么诸佛菩萨不生病？啊，不但不生病，他们真有功夫的，他能保持不变。啊，这一招很厉害啊。谚语所谓菩萨菩萨年年十八，他不随着年龄老化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他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。佛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现象，心性是变的。啊，心性不产生变化，变化是实变的。事实什么呢？分别执着，他有分别，他就有变化。他有执着，他就有严重的变化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个第九、第十两种之名啊，不但是提升境界，啊，其如实相，啊，要用我们现在我们境界里面讲的，它可以给我们治疗老化，它有这个功效。啊，这个是大家听得很开心的了。啊，因为你都想年轻，你都想不老，可是年轻不老还是分别执着。啊，不过老化的慢一点而已，不是不老。啊，真不执着呢，那老化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倒不是假的。我说他六道轮回没有了吗？这个衰老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六道轮回才有这个现象啊，四圣法界里头没有现象。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关口。诸佛如来足思大德苦口婆心的天天在劝我们，啊，有善根的人，善根的来源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因，这一生中啊，遇到善友为缘，善根才能起作用。啊，如果没有深厚的因缘，虽有善根，力量啊不强，这力量不弱啊。他有缘能够接触到佛法，能够听闻到大乘，但是他不得受用。啊，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在佛法里面讲的，清凉给我们讲学习四个阶段啊，性解行证。性与解都不能得实际的作用，真正得实际作用啊，是要行啊，就修行啊。学了之后啊，
要把我们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做法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体、对外面的境界都认为是真的，这个错误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它修正过来？我过去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做了一张小张的贴纸，我记得是圆形的，上面印的呢就是《金刚经》上四句偈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印一张小张的，透明的，送给很多道友，叫他贴在哪里呢？贴在电视机上。透明的，电视机上贴上这几个字，每一天看电视，你就看到这几个字，知道电视里面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然后回光返照啊，我们现实的社会就像电视里面色相啊完全相同，你可别当真啊！你要当真啊，就错了。所以你要明了，你要通达，一切众生受身因缘所起之法，这是讲六道众生里面轮回的众生，无论你在哪一道受身，受身当然就有死亡。有生就有灭吗？灭了之后啊，对，身体灭了，四大分散了，灵性不灭。但灵性呢，它不灵了，迷了。如果灵就好了，灵呢，至少它能证阿罗汉果了。这个灵呢，迷了。孔老夫子在《易经》系辞里面称它叫迷魂，游魂呢。游魂是迷，迷而不觉。现在这个世间，东方西方啊，都把它称作灵魂。灵魂不灵，灵魂是在迷的状态。他要是真灵，他就不去投胎了，不再搞轮回这个事情了。实在讲，搞轮回这桩事情是他自己做不了主。有一股力量啊，引诱他。这个力量叫业力。业力在引导他去投胎啊。投胎的时候，这个业叫引业，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。六道里头有六种不同啊。
这个力量是你生前所造的。啊，如果是有强烈的善业，你升天道，你跟天人相应，啊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善。啊，什么是善呢？真实利益一切众生，没有为自己想的。啊，善心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，不能说他不善，他的善不圆满。啊，这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中品善。啊，就不是上品善了。上品善里面没有自私自利，全心全力舍己为人，这叫上品啊！啊，全心全力去修善呢，里面有自己的目的，啊，掺杂着名闻利养在里面，这就变成中品了。如果掺杂着傲慢、嫉妒、好胜，那叫下品善。啊，其实，在善的这个做法上说的时候，没有两样，三个人都一样，都看他们，哦哟，尽心尽力在做好事，但是三个人的心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上中下三品啊，是论心。啊，上品是善的时候，这是天道，中品善善行是人道，下品善是阿修罗道、罗刹道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啊，尽心尽力行善，这三个人是一样的，谁都不输给谁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品？发心不相同啊！啊，如果是阿罗汉以上，啊，那是圣人了。圣人应化我们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哎，他行善也是尽心尽力，啊，跟这个世间真正修善的人一起，看样子形象上没有差别。啊，那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他们没有心。我们幕后这一条会讲到无着心，他没有执着心，这个就高了。啊，你看看修上品是善，修天道的他有心呐、啊，不，他有心，他不是为自己，就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，为众生。啊，为社会啊，他还是有心啊。到没有心的时候，那就是无我的境界就超越了，他就不在六道里面啊。这个要懂，不懂的话你怎么学啊？你到哪里去学啊？啊，那上品善的人，不但是从早到晚，啊，念念呢想着众生苦，希望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希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可能连他睡觉做梦都想这些，这我们一般说这真心，这不是妄心啊。
啊，所以自己晓不晓得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需要去问别人。啊，学六道，我们将来到哪一道去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贪心重的人啊，贪名也好，贪利也好，啊，甚至于学佛贪着佛法，还是贪呢？啊，只是换个对象而已，依然是贪。那么这种人，果报在恶鬼道啊！啊，去学佛怎么会学到恶鬼道去了？啊，还有学到地狱道去了。我记得早年呢，我讲过几次大势至菩萨语言通章，我们采取的是慈云灌顶法师的素抄，他做得好啊！啊，大势至圆通章文字不长啊，只有240多个字，比心经还短啊，做得非常好。幕后啊，他附带有一篇文章，就是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啊。第一个果报就是堕阿鼻地狱啊，堕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我当时很疑惑，念佛好事情啊，这不能往生啊，也不至于堕恶道啊。我把这一桩事情啊请教李老师，李老师看了之后，这是大问题啊，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讲。啊，念佛为什么会到地狱道？傲慢、嫉妒、嗔恚心重，烧香都要烧第一炷香，落在第二个人后面的时候，他就不高兴，就要发脾气啊，强烈的嗔恨心啊，样样都要自己走在前面，绝对没有让步的这个念头，他跟地狱道相应了啊，那个嗔恚严重啊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！老师说了一条，其他就明白了。念佛贪心不断啊，严重的贪心啊！今天在佛门里面，佛门里面行善的多啊！啊，学佛的人，这个善心善行的很多啊，尤其在道场啊，做许多功德的好事，大家都捐钱。如果管钱的这个人啊，数目小了，他没看在眼里，如果一下子
有几千万，有几亿万，哎，他就动了念头了，啊，自己把他，哎，也占有一部分，啊，一个亿吧，去做好事，哎，他拿个三千万、四千万，他自己可以呀，在这当中啊，独享个五六千万，造这个业呢，来生到哪里去？重的阿鼻地狱去了，轻的，轻的是什么？心地善良啊，行为都还不错，魔鬼道啊，他出不了三途啊！啊，几个人能够在无欲现前啊，强烈的诱惑能够不动心？那就是真正在修学功德啊，动心可不行啊，尤其是起心动念的，为了控制，为了占有，破坏佛教形象啊，障碍佛法的弘扬，这个罪过都是严重的三恶道啊。他做的时候晓不晓得呢？他不知道，迷惑了啊，是不是财迷心窍啊？啊，五欲都能迷人，财色名食睡。所以世尊慈悲也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啊，他学的是真干净啊，一生物质生活所拥有的三衣一钵，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个实现目的何在？用意何在啊？告诉后续五欲六尘呢，沾染不得。你纵然有功夫可以不沾不染，可是你做出的样子啊，好像还有这种染污的样子，后人会跟你学啊。当然古印度生活环境跟中国不相同啊，那么在中国佛法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外国去迎请回来的啊，身份是国宾，进入到中国之后受到帝王的尊重啊，帝王要拜这些法师做老师，他的身份就变成国师啊，当然是皇上的老师，不能去乞食啊，也不能到树下一宿啊啊，所以早年寺院庵堂
啊，是皇家建筑的，啊，是帝王来供养三宝啊，啊，以后的帝王带头啊，啊，有这些大臣、大夫长者，啊，他们也起来效法，啊，建立的寺院。都是十方道场啊，啊，不是送给哪一个法师的，啊，出家人在寺院里面修行，啊，那个时候，重点的工作，翻译经典，讲解经典，指导大众学习。所以他是学校啊，啊，都知道，很清楚，啊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提供的道场，是成就四众同学的道业，没有一个。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世世代代高僧高士在家成就的成为高士居士，成就的人太多了。啊，现在呢，像刘辟发生了。啊，寺庙越建越华丽，啊，富丽堂皇，人都想控制它，都想占有它，这个念头，诸位想想，果报在哪里呢？啊，全在三途。不但天道没有份，人道都没有份。啊，即使修罗、罗刹，他都没有份。啊，修罗、罗刹说，这是真修行啊，真的行善啊。啊，只是贪嗔痴的习气重而已。啊，所以他还能够在人间做修罗、做罗刹，在天上做修罗、做罗刹。啊，现在我们细心去观想，啊，大多数啊，像这个有。控制占有这些念头，心行不善，啊，那从什么地方看？最明显的，他不能真正护持成就啊四众的修行，啊，下品善人，这个下品善是真善，他真正成就别人修行，啊，但是他自己的欲望很深，啊，他要控制，他要占有，啊，他不妨碍别人修行。我护持你在这修行，啊，对你的功课监督很严格，啊，真能成就人，啊，所以他自己造作这个恶业，他的果报在人天。
啊，他不是在三途。啊，如果障碍修行，那他的果报在三途了。这众生受生的缘起，得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六道轮回的状况。什么样的因，什么样的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功德第一殊胜的，就是护持正法九住。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了，这叫真正护法。那正法九住靠什么呢？靠真正修行人啊，而且真正发心呢，续佛慧命。啊，佛的慧命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，你要向他学习啊！佛法是教学，是师道。啊，它不是宗教啊！虽然佛门里面自己称宗教，但是跟现在一般宗教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！他讲宗是禅宗，讲教除禅宗之外，所有宗派都叫做教下。啊，宗门教下怎么分的呢？教学的方法不一样。啊，宗门可以说是上上根人。啊，那是天才版。啊，他们没有阶级的。啊，修学的目标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啊，在中国10个宗派，啊，其他9个宗派采取学习的方式是渐修。啊，像我们读书一样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按部就班上去的，这叫教下。所以宗教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宗门教下了啊！可是现在传统的。半班教学，依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一套教学的方法疏忽了啊，而变成不是为活人服务了啊，是为亡人服务的，那就变成宗教了，跟国外外国宗教其他宗教就没有分别了啊，不是为这一生服务，是为来生服务
是为亡人服务，错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替亡人服务啊，为活人服务的啊，我们不能不清楚啊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说得好。啊，佛菩萨哪一道都去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他在人道肯定是为人服务的，在天道呢，那是为天服务的。啊，他在畜生道受畜生身，为畜生服务的，在恶鬼道，他变成恶鬼身是为鬼服务的。啊，还有在地狱道。你看地藏菩萨在地狱道现地狱身，为地狱众生服务的。啊，佛决定不会罢了三恶道服务的情形在人间来办的，是讲不通的呀。啊，所以在大乘里面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怎样学习？啊，怎样把弘护的工作做好？啊，我们在六道受生的因缘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对自己有大利益了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做弘护的工作，把所有功德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提高品位。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目的。啊，佛不希望我们升天。啊，为什么？升天不究竟，升天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生生世世还要受轮回之苦啊！我们这一生啊，过去生中忘掉了，这一生当中所受的还不够苦吗？还要再继续干吗？啊，我们很清楚。在这个世界，贫穷是苦，富贵人的苦绝不亚于贫穷。我看得很仔细啊！啊，我得到什么个结论呢？富贵人的苦啊，比贫穷人那个苦啊复杂。那个苦更严重啊，贫穷人苦的时候只是衣食缺乏而已，富贵人这苦太多了，说不尽啊。啊，没有贫穷人那个痛苦那么样单纯那么简单啊，他能得到一点饮食，啊，得到一点衣服，能够保暖，他就知足了。啊，所以你细心观察，看清楚了，就不想到人间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总算是很幸运。的人生
闻佛法，又遇到大乘，又遇到净土，啊，自自然然，全心全力去修净土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？问题在你有没有信心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有信心，有愿意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但是有信心、愿意去的人不少，为什么很多人没去得了呢？这个世间没放下，你就去不了。你还有一丝毫贪念，啊，舍不得离开，你这一生求生净土的机会就当面错过，那就真可惜啊！啊，放下，什么时候放下了？现在就要放下了。哎，别以为呀、啊，我现在还很年轻啊，时间还很长啊。啊，到我七老八十再放下还不迟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你跟阎王切了合同啊，你有那么长的寿命吗？啊，所以如果你要是细心，每一天看看报纸上的讣文，我很多年没看过报纸，以前报纸上天天都有讣文，不知道现在报纸有没有。啊，你看那个讣文上，多少年轻人，不到四十岁的，啊，正是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啊。